蔡玉鹏为了呈现封面最好的一面，想要走韩风阳光男孩风格的他，参考了许多韩风杂志，希望能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造型。拍摄现场，蔡玉鹏发挥搞笑功力，轻轻松松拍出阳光风格。哪一种高起来？走谐星路线吗？这次的设计风格是韩系阳光。阳光少年，希望把私底下的我那很开心的感觉给大家。那我们来看看你设计的封面，很可爱耶。是那个 slogan 呢、啊、？slogan 是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唰。离地面最近的好声音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就好好听你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要他唱的歌是曹格的《起床歌》。一大早我起床心情好，你的照片在我床边陪着我睡觉，我睡得更好，今晚要不要？如果我们这样下去，师傅我找到，所以你不能，我说你不要呀。我要看见你美丽的笑，如果你要快乐，就大声叫，男朋友甩掉，烦恼都忘掉，世界上只有开心是最重要，快乐。最好的声音，喂喂，数量的比较快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大雕哥的灯是16个灯，也是在现场目前最低的灯数。好的，现场呢给我们这个大雕哥是16个灯，加上5位主审的总分，我们来看看玉鹏轩的总分是。40 60 70 72 73 73分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这个欢迎浩威回来之前，我们先听听子红老师讲评。很可惜哈，又一次见证了那个消费者最大，也许就是消费者不喜欢这样子的表演，好，所以真的也是没有办法。不过我还是蛮肯定你今天的用心啦，继续加油。